Now, let's move to workbook activity sheets on page 50. 好，我们继续习作。好 ，activity sheets， 好，学习单。好，在50页。好，我请你翻到那边。好，我们一起来练习。所以小朋友现在练习，好，等等解答，好，你就不用上传作业了。好。请看哦 ，Unit 3 look, read and write。好，这是复习 Unit 3的哈，嗯，看起来像是课表嘛，对不对？好，那不知道呢 ，Unit 3你的那些单字还记得吗？好，来你看哦，这个课表是这样子哈，好，最上面这排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星期一到星期五没问题。好，有这三个小朋友，来，我念给你听他们的名字哦，可能你不知道怎么念。Diana, the girl is Diana. The boy is Kenny. And it is girl or boy? 你知道这是男的女的吗？你会觉得他像女生啊，他是男生哦。Okay, Wilson, Wilson.The boy is Wilson. 好，这三个小朋友呢，哦，他的课表是这样子，每个人课表都不一样啊。好，那你还记得这些科目的名称吗 ？Science, Chinese, English, Music, Math, Art, Social Studies.还有一个什么没讲到哦， oh, 你们最喜欢的 PE， 好，所以这些单字呢，哈，你要记起来啊，哦，期末考会考哦。好，那根据这个课表，请你来回答，好，来完成下面这些句子，试试看。OK， 好，请你将老师的影片按暂停，开始写。Are you done? 完成了吗？请问小朋友完成了吗 ？Let's check the answer. 一边对答案呢，顺便还可以复习一下哈。好，那现在我们都是在描述这三个小朋友。好，这个星期几有什么课嘛？好，所以你发现什么？都是别人，所以是全部都是用 has。He has, she has. 只是他没有用 he 跟 she， 因为他已经有人名了，所以你就用人名来描述。好，你有没有发现全部都是 has？ 如果是我有，就是用 I have， 还记得吗？好，好，来对答案。Number one, Wilson has 什么 class on Friday？Chinese. Wilson has Chinese class on Friday. Okay. Number two. 谁？好，跟其实都是同样的句子句型啊，哈，又是问人哈。前面这个一定是人，谁有嘛？哈。Diana has.Science class, 好，有自然课 on Monday, right? Number three, she has social studies class on Wednesday. Kenny has social studies class on Wednesday. And number four, 好，也是一样是 Kenny.Kenny has math class on. 哎 ，Kenny 呢？数学课是星期几？我们来看一下。先全部擦掉。好，在这里。
Kenny，找到 Kenny，然后呢，数学课在这里，所以是 Tuesday，right？好，所以 Kenny has math class on Tuesday. Wilson has 什么 class on Thursday？好，我们往上面看，先找到 Wilson。Wilson here. Thursday here. Thursday. 然后往下看，Wilson has science class on Thursday。好，小朋友，请问你全部答对了吗？错的小朋友，请订正。Alright，订正好了吗？没有订正好的小朋友，请你把老师的影片按暂停。那订正好，再继续播放老师的教学影片。Okay, now let's move to page 51，51页。好，这个也很好玩呐、啊。啊，这种小小的益智游戏都很好玩。好，Uniform Sudoku。这个呢，怎么玩？这个我们之前做过了嘛，哈。但是我觉得每次小朋友做这个，好像就是，哎，有些人好像都比较不会。没关系，我现在再教你一次，好吧？好，我们看它有number one、number two 哦，两个任务哦，哈。好，number one 的任务是什么呢？The words 这四个字，the words, gloves, glasses。Socks and umbrella，所以等一下你用这四个字就好。Appear 出现，only once 只有一次。In each row，横的列，row 横的列，column 直的栏，and the block 就是四个格子正方形的叫做 block。就是说，因为你看嘛，一个 row，一个直列是不是有四个格子可以让你填？那你要填这四个不同的单字：gloves、glasses，还有 socks 跟 umbrella。那直的 column，直栏呢，也是有四个格子，那就是分别填这四个不同的字。那 block，这个正方形也是有四个格子。让你分别填这四个字，所以说呢，你要考量的是，你要考量什么？直的、横的，block，OK，好，row、column、block，都这是四个字，只能出现一次，这个有技巧，对不对？有技巧，对不对？好，我想问一下请问啊，像这样子，你要从哪个字开始想起？你可以从这里想起，对不对？因为你看这边只差一个嘛，那你也可以从这里想起。哦，你看这个 row 是不是也只差一个？哦，这个 block。紫色这个 block 差一个字，好，从这两个答案去想，要不然你看这个三个格子太多了，好，那像这个 column 也是两个格子太多，你可能很难猜，那就从那个缺一个字的去想嘛，对不对？这样知道了吗？知道老师的意思吗？好，再讲白一点，好，我刚刚说那四个字嘛。好，那你看这个紫色这个 column，sorry，紫色这个 block，你看它有 umbrella、gloves、glasses，请问这四个字少哪一个？啊，这样知道了吧？好，少 socks，对不对？好，right，好，那这个
row 呢，红色这个 row 呢，the red row，你看它有 umbrella、gloves、glasses，那请问它还少哪个字？还是一样少 socks，这样会不会？就是慢慢慢慢的填进去，然后你就会把这整个都完成。好，这是第一个任务。好，那第二个任务嘞？第二个任务 number two。哦，其实小朋友每次都做了这个，都忘了第二个任务。第二个任务是 find the hidden pictures or words。好，请你找出隐藏的什么？隐藏的图片，pictures and words，还有单字。好，就是说啊，这整个大图片哦，你找出来有没有？我们刚刚说的那四个单字啊，找找看，好像在寻宝一样。All right，好，请小朋友把老师的影片按暂停，然后开始作答。完成之后呢，再播放老师的影片。好，我们即将为你解答。好，小朋友，我们现在来解答了哈，马上做解答哈。那你如果真的还是错，那你就是再想想看哈，甚至把老师刚刚的影片呢再重复看嘛。我刚刚怎么教你的方法，好不好？好，来，我们来看呢，刚刚已经讲了，对不对？好，这个 block 少的单字是 socks，right？好，这个少的是 socks。好，那这个 row，this row，这个职列呢，少的是什么？好，也是 sucks。好，那你看，接下来你要想哪一个呢？是不是这一个？好，你看这个也是少一个，少一个的就很好想，对不对？哈，umbrella sucks gloves。好，少什么？Glasses，right，right，好，那你再看，接下来越来越好找了哦。好，这个我们先看这个 block，umbrella sucks glasses 少什么？gloves，right，好，那再看下面这个 block，gloves glasses socks 少什么？umbrella。好，那再来看呢，你要判断哪一个？再来就是方法就都可以了，对不对？你可以先判断这个 this row glasses socks umbrella 少了什么 gloves right？好，再看这个 glasses gloves 少什么 umbrella 少 socks。好，那你再看最后的，你可以看这个 block 啊，看这个 block，socks、umbrella、gloves 少什么？glasses，right？这样子方法会了吗？哦，这种是动动脑筋的，我觉得超级简单哦。那你随便，有时候老师不确定的话，你就随便检查。你看我如果检查，啊，我检查。例如说我检查什么？好，例如说我检查这个，对吗？Socks, umbrella, glasses, gloves，没错吧？好，就这样子。好，再来第二个任务，找东西。好，找东西。来，其实我刚刚不小心有按到答案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找到了没？这里有。这个有点难，sucks。好，一样东西了。
好，第二样，glasses。好，再来嘞，下看。好，这边有 umbrella。好，还有嘞，OK，little glove，小小的手套，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手套。好，请问你找到了吗？好。然后，如果那个有错误的小朋友，请你订正，这个就是让你哇好玩呐，哈，又可以练习英语，OK？